想知道新西兰有多浪漫迷人，多精彩好玩，多壮阔美丽，这里有好料为你好好介绍。6月30号晚上8点半，跟我们一起玩游戏，还请来旅游达人分享资讯。曾兄弟旅行社特约呈现，这里有好料，早班搞搞大比拼。拼什么？拼礼券。看直播回答简单问题，就可获150元的曾兄弟旅游礼券。 Like and share 还有机会赢取新西兰旅游局送出每个价值75元的礼包，总共10份。6月30号晚上8点半，我们线上不见不散。新西兰旅行，曾兄弟最行。Magnificent mountains, pure, untouched, beautiful, alluring. Green, scenic. Moldy. Friendly. Awesome. Glowworms. Alpaca. Kiwi. Laid back. Fabulous. Amazing. Hello， 所有现场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这里有好料，早班搞搞大比拼。晚上好，谢谢大家。你是谁？我是丽梅。我是伟龙。我是陈瑶。那今天在我们线上的还有另外一位，他是我们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新西兰旅游达人 Ewan。 Hi Ewan， 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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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个侧面看哦，他的鼻子好挺哦。哎，你侧面看我这边的？哦，no， 扁的，扁的。喜新厌旧，家伙！我跟你讲，今天 Ewan 来，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动叫做大比拼，早班搞搞大比拼，所以我们三位 DJ 呢，今天将会有一个非常厮杀、非常残酷的、残酷的比赛，对，这关系到接下来我们三个 DJ 谁有机会能够去新西兰旅游。所以讲到这边，我要先跟两位前辈说不好意思了，今天真的冒犯前辈，会冒犯到两位了，因为今天你们输得很惨的话，真的会对你们的形象造成一点损伤。不会啊，我没形象的，那也是对你的形象造成一点损伤，会造成一个。对，我怕，所以我还是留一手啦，因为我怕我赢得太多的话。不用啊，不用，你不用担心的。你想太多了。其实今天那个整个台都，如果要严格讲起来，是早班搞搞大比拼之看伟龙怎么赢。早班搞搞大比拼之伟龙真的很不要脸。早班搞搞看丽梅一定会赢啊！没有，而且先跟 Ewan 讲，因为他今天是我们的关主，对，也是我们的达人，我们的达人，他会分享很多关于新西兰的资讯。所以 Ewan， 你在这个直播的开始先发誓。哎呦，你要先发誓，这么严重吗？你要先发誓，真的这个是什么？你要先发誓，你不可以垂涎丽梅的美色，而让她每一关都赢。我尽量，尽量。哎，你人好善良哦。对，你不可以哦，你不可以因为她的美色美观让她赢哦，因为有很多的是看 Ewan 的这个评比的。你不明白哦，一个人美的时候是很难让人家抗拒的。不好意思，是早饭搞大丽梅哥不要脸。你看我今天特别set抖头发来，过去的直播你看有个set吗？没有set的。你美，可是有新西兰美吗？你没有新西兰美的，可是我去就没像这样美啊！你这样美了，不用去了。对，好，所以 Ewan 今天会是我们这个游戏的关主。那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线上已经有2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请大家赶快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因为只要 like and share， 就有机会能够获得精美的礼包。对，没错了。那当然，如果呢你是回答，我们今天会出3道问题。对，在直播上面呢，如果你到最后你回答这三道问题都答对的话呢，
你就可以获得150块钱的这个旅游的礼券，而且是必赢的。所以呢，稍后呢，我们会在直播的时候呢，在不同时候发问三道问题。对，也就是说你一定要锁定，你没有锁定的话，但就答不上了嘛。你要收集我们的问题，然后答对，在最后 WhatsApp 给我们，才可以赢到这个150块钱的旅游旅券，而且是铁定一定赢到的。是的， okay, 好。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呢，如果你跟曾兄弟旅行社预定这个11天的新西兰团，双人折扣是高达800元的。而且如果说今天你收看我们的直播，稍后我们告诉你一个算是 promo code， 对，一个 promo code， 只要你在订这个团的时候呢，报上这个 promo code， 还能够获得双倍嘞。就是说刚刚讲800，现在双倍就1600块钱的折扣，1600块钱的折扣，而且还有免费一晚基督城住宿跟高山观景火车 Transalpine 的旅行，看。多好啊！好棒啊！对，所以一定要锁定，一直到我们的直播完结为止。我看到在线上已经很多人跟我们打招呼了，来感谢，来感谢，快快快！好多我的粉丝哦，谢谢你们。你瞎了？其实没有，我割了好久，我割了好久都没有人说支持我。梅姐，你也瞎了？谢谢大家，你也瞎了。所以大家，你们今天晚上支持谁，先可以在留言上打上。OK， 说支持伟龙的啦，支持丽梅的啦，支持陈亚的走一边，走一边，这是我跟伟龙的比拼哦。走一边，搞不好他已经胜出。帮忙。OK， 好，最重要的是赶快 like and share。对，那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跟曾兄弟预定新西兰团呢，每一团是限30人，最少10个人就可以成团，就可以成团，就可以去。所以，比如说梅姐，你带你的家庭，对，然后我带我的家人，我们就超过10个人就可以走了嘛？你把我放大，你现在鼓励外国人，你留下来值班，而且要告诉大家呢，就是呢，这个全程呢都有这个领队来照料。对，那如果呢不小心中了官病怎么办呢 ？OK， 就是有这个旅游保险，对，它是富含官病保障福利的旅游保险，而且有免费取消、无条件全额退款的这个措施 ，full refund， 还有安全旅游的措施都非常到位，这个 Edward 就是应该可以保证嘛，对不对？对，所以可以很放心的跟着 Edward 去，对不对？是。好，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后面这个那么漂亮的地方就是新西兰的美景，假新西兰，假，我们先拍一下照片，对，拍一下照片，假新西兰，因为我要拼真的新西兰，好，拼真的新西兰，对，你放心，你想去了，你放心，我先走了，对，你放心，你一定会失望的。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先请 Edward 带我们到今天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景点 ，OK， 我们先看第一个景点 ，Edward 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哪里呢？这个吗 ？Lake Tikapo。啊，是这个吗 ？Tikapo， 没有，我们第一个不是要去淘金吗？不是淘金吗？对，我们要去淘金。我们要去淘金。那它是讲背景，现在这个地方。背景，这是 Tikapo。啊，真的 Tikapo。OK， 那我们现在去第一个景点。哦 ，OK， 有我带我们介绍一下。Hello， 你来等一个3秒而已。你们眼力要好，眼力要好。我们今天故意穿得很冷的感觉。我们先去活动活动，掏一下金。没有，我们先直接让台湾来讲一下。淘金这个活动为什么在新西兰那么的独特 ？OK， 他们之前有一个淘金时代，他们很盛旺，就是他们全部出去淘金嘛。然后过后呢，他们需要人力，他们就要中国人过来新西兰帮忙淘。他们那时是很可怜，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屋子住，通常都是很小一间的，所以你来的话，你会看到他们小间的屋子，他们会睡在那里。他们苦力啦，那时候是苦力。所以以前的时候是中国人真的偷渡到新西兰那边，对，要淘金，去淘金是做苦力。可是他掏那个金不是他的啦，是那个那边的老板的。所以我们现在背后看到，这也是新西兰的一个，现在如今已经是一个历史景点跟文化景点了，对不对？旅游景点了吧？旅游景点，对。可是你还有机会掏一些金回家。哦，还是有啊。我们去真的可以掏金，对，就看你有没有机会掏到。但掏的是我们可以拿回去的吗？对啊，你可以拿回家。哇，对啊。所以你真的有客人是有掏到吗？掏了回去来说，我家你回去验一验是不是真的，让我知道。这真的啦，他没有验，他没有回复你了啦，因为他已经把那个金卖掉了。没有，他打成金牙。他已经掏到金，就不会再理我了。所以那个金大概有多大？是块状的吗？对，粒，像一个沙的感觉。哇！所以今天我们去的话，我们是真的到那个金矿场去。对，那个有一个网之类的，然后去
掏油，你就拿回家了。金可有可能是金粉也是，哦，不一定。对，所以那边就是遍地都有可能有金箔，啊，真的是遍地黄金，遍地黄金。我试了很多次啦，我是没有啦，没有。他试了很多次还回来做领队。所以如果大家去的话呢，就可以自己去掏掏看，啊。所以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掏金的地方叫什么？这个掏金，sorry excuse me，这个是gold mine。Gold Field, 我们去的地方叫 Gold Field, 对，它的山下，他们那边是以前是很那个黄金时代，很旺盛的那里，一个金矿那样。对， 对，现在已经没有在使用了嘛，就变成旅游景点，没在使用，就是观光景点，就是给你们旅客可以去那边 去试试看。哦，OK。好，跟团的话呢，可以去玩一下掏金。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游戏做的挑战来了，就是跟掏金相关的一个挑战。支持我的朋友，快点，真的在 Facebook 上留言都是支持梅姐的嘞，快点留言。你们不可以盲目，你们不可以盲目，这个靠实力的。来，好，第一关，我们请我们的关主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游戏怎么进行，好不好？好，这是个掏金游戏。对，哎呦，小心。首先这里有豆子，很多豆，这个就是金，所以给它 close up 看一下。来，我们给这个麦片看一下，麦片我们就模拟是金片了，金片。Okay, 然后我们要怎样？所以你要先把它捞一把起来嘛，捞一把，捞一把，然后我们就掏金的动作，慢慢的甩，慢慢的甩，需要武力一下，你就能把。那个金掉了就不行 了,、啊、不行了，你要再来多一次，就这样慢慢的甩，少个武力你就可以拿出来，然后放在这边，就当做我已经赢拿了一片了，对，最多的人就获胜。好的，限时，你觉得我们三个谁有那个赢家？九十秒，九十秒，对。OK， 你觉得我们三个谁有那种赢家的脸？当然是你。你看，果然就是被美色，就垂涎美色，美色诱惑。来，问题不要忘了，你开始的时候发过誓的。我们乌龟送谁先来啊？没有，我们先讲，如果每一关输的，就是有惩罚嘛。对对对，惩罚是什么？惩罚，等一下大家看哦，大家你们一定要赶快 like and share，OK？ 先冲一下人数，冲一下人数 ，OK？ 来，赶快，输的另外两个就要有小惩罚。我们就有三关啦，可是每一关输的另外两个都会有一个小惩罚。惩罚，然后到最后我们先总结一下第一回合到底是谁赢。OK， 好 ，OK，OK， 第一个，那既然在我面前，我先开始吧，好不好？那先开始。没有，可是他先看好梅姐的，给梅姐先开始。好，他自己先看好梅姐的。哎呀，梅姐，你开始吧。家是老。等一下哈，等一下不可以练习的哈。OK， 不要练习，我们现在是新西兰的团队，这个是认真的比拼哦。OK， 不要干扰我，别干扰我。九十秒，计时开始。你确定要武力哦，武力哦，有点抖哦，手抖哦。好，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计没有了。啊，快点啦！没了，完蛋了。可以了，那可以拿了。干武力啊，干武力。可以。完了，没了，完蛋了。完蛋了，没了，掉，太好了，哎，这给吗？不行，这个太，不给，你要捞多一点，不给你捞，要捞一点，真的吗？是这样玩的吗？是这样玩的，剩下一分钟，完蛋了，就一片，目前来讲一片，丽梅的战绩是一片黄金，应该就是一片了，梅姐，不可能，应该就是一枝独秀一片了，天哪，救命啊，快点！救命！梅姐，我觉得你还是在新加坡照顾好爸妈吧。你们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接风转舵哦。梅姐在新加坡照顾好爸妈很重要。不要吵！你不放心的啦。不要吵！可以，两片，不要吵！不要吵！30秒了，40秒，30秒。来吧！不要吵！爸爸。3片。不要吵！那种，他们要干了。十九，没有，15秒，梅姐，快点滚，梅姐滚，你叫我们滚，看得到，梅姐看得到，快点滚，五六一二三四，哎，要推理，5、4、3、2、1，上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叶丽梅的战绩是。3片黄金，耶！也不错啦，平均30秒掏一片 ，OK， 还是不容易，完蛋了，小心我的尖叫声，我的家干扰我，有没有很反感？谁？谁？哎，问指定哦，下一个是谁？你觉得下一个谁？你吧 ，OK， 好。谢谢你真的看到我。你可以吗？你确定你可以吗？你不要赶快，赶快！你要找一个，哪有这样？哪有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加油！
Okay, 计时，90秒，开始。你不行的，陈耀，你不说可以看梅姐裸体。陈耀不行了，陈耀不行了，陈耀不可以，不可以。陈耀，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加油！不要气馁，小手是对的。陈耀，我们去念书的。你们不要陈耀看书了。陈耀不适合你，我们去一分钟，一片都没有啊。陈耀，不要，算了，没有，大力点，五个，OK，陈耀，陈耀不行了，再被你提起，是你开心。你不需要套金的，你不需要套金的 ，OK。陈耀，你们闭嘴！陈耀问你一加一等于多少？陈耀，我跟你讲，看我闭嘴！三十秒，随便。陈耀，不要，你不需要有金牌的，不然这样了，你要努力工作就好了，陈耀。算了，你要算了，陈耀，算了，真的是，你看，不行了。我可以玩回去，我就有抛给你。陈耀不行 ，OK， 还你一个。OK， 好好好，十五秒，不可能的，全要算的啦，人生不要这样强求，一天一物，干扰的人比较累，各位，你们看我们很吵，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在旁边。不用立完了。大汗了。这样。对，我们来移动一下，有没有耳机？加油！收走啊！给你拿一首。我可以的。各位，拿手，各位，加油哈！来，报应就这样。你不行的。你看每个人说 revenge。冷静，好，冷静，现在309人，快点冲一冲人数。然后你们在看我开时间，先 like and share， 每个人看先 like and share。你已经沙哑了，来，我们已经没有声音了，各位。我，为什么第一个关在还开始不到？哎，问你们觉得我们很自嗨？很好，你的冷静啊，我已经在流泪，各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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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秒，计时开始。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能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还有那个好呀。OK， 好。看好，现在多少时间？十五秒。假如我年少有为，九八七六五四三。我不玩了。我觉得刚刚我在做的时候，你们在旁边吵，其实你们真的很累，你们好辛苦。对不起，我们看得到你。这是什么？是一片啊。OK， 惩罚来了。好热，好热。惩罚来了，就是一笔不要停，就一笔不要停。然后对这块谁跟你吵？你赢了，对。所以一笔不能停，我只要是不停的话，我就可以不停的在你脸上画就对了，好吗？你先来嘛，好。等一下，姐姐，我先跟你讲，我没有三观了，我们脸就那么大，没关系。我没有，我们要先让我们判这一关谁赢先，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观主。先，可能观主觉得我那一片的金特别大。
可能觉得我那边劲特别大，会觉得我们的精神对对，所以精神可嘉。谁赢？美女先生啊，嘴巴真甜。零队是零队，来受惩罚 ，camera camera， 来 close up 一下。你画陈耀轩画我啦，因为他第二名嘛。哦 ，OK，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来 close up 一下，我们一比哈，一比我没有停的话就没有停了哈。各位对不起，也来继续筛出去。哇，好累哦。哪里有那么长的啦？一比啊，梅姐一比啊，一比一比一比。OK， 可以。陈耀，陈耀上面，把那个气发泄在他脸上。陈耀，明天早上我们还会见面哦。明天早上我们还会见面哦。不停的，一比不停，对不对？一比不停。大家谢谢你们，说把你啦，啊，也笑死我们了。哦，声音沙哑，喝水啊。没有画眼睛的妆，哇，声音沙哑，真的是的。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牛逼。了，什么都，你们怎么这么动？我到了晚上有点累，怎么这么动？好，所以第一关立美获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还有两关，你不要高兴太早。还有两关，你可能只有输在一关。你现在看我很想笑啊。好，我们大家再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然后我们进第二关游戏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没有，我们先要问问题嘛，对不对？要问问题，问问题，问问题。你记得讲什么？OK， 问大家问题。OK， 就刚才这个 L 有讲到嘛，这个以前的时代，它是金矿的时候啊，是哪一国人是偷渡到新西兰去淘金？哪一国人，哪个国家的人曾经偷渡到新西兰去做这个淘金的苦力工作？对，现在暂时不要把它发进来。对，就要讲最后的时候才。我没有选项给大家。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 ：A 中国，还是 B 法国？好 ，OK。把答案记下来，先不要，你先不要留言啦。先不要。如果你要留言的话，也可以啦，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分享一下嘛，这是第一题的答案，待会要收集三题的答案，然后一次过 WhatsApp 进来，才有机会赢取到150元的这个旅游旅券。对，当年哪个国家的人偷渡到新西兰淘金呢？是 A 中国人还是 B 法国人？而且据说他们当时非常的辛苦，很辛苦，因为淘的金都不是他们的，而且住的房子很小，很小。他们那边的那时候的那个环境也不是太好。所以如果你到那边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一下当年他们的那种辛苦过来的。OK， 好，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刚刚我们用1分多钟的时间呢，去快速的旅游了新西兰。对，是。所以如果你们这时候呢，其实有 planning 有计划到新西兰去的话，一定要锁定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我们有豪康的
待会儿告诉你。对，待会儿有一个 promo code 要告诉大家。哇，声音沙哑了。因为我们刚刚就说嘛，你就预定了11天的新西兰的团，你双人是折扣高达800元。对。可是等一下我们有一个 promo code， 一个促销代码。对对对。跟你讲，你去跟曾兄弟讲的时候呢，有双倍的折扣。就是折扣1600块。高达1600，对吗 ？Evan。1600，高达1600，赚了800块钱，只要报上这个补货，就让你省了800多块钱。双人有1600的这个折扣的，很多很多。嗯，当然你锁定在我们直播，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拼死拼活啦。对对对对对。如果你刚才的话，可以仔细看我跟伟龙的脸上，这个是我们刚刚拼死拼活过后的第一轮的惩罚，对，第一轮惩罚。啊，看到 Evelyn 说 New Zealand nice place， 你是有去过吗？然后很多朋友说看到那些景，你真的很想去，因为新西兰我们其实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非常美的山景啊，草原啊，对啊，草原啊，自然的景观。好像下一个我们要去的就是在 Tekapo Lake 附近的这个 Tekapo Spring， 对，就是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个，对不对？嗯，对 ，Tekapo Lake 真的是一个去新西兰必打卡的景点，对不对？对，而且它是很 famous 出名，在它的那个灯光 reflections， 在它的湖上面，它的湖，对，它的湖是这么清澈的、啊，对，你这个是那个温泉啦、啊，它这个是温泉啦、啊，它的后面才是湖，后面是那个湖，哦，下面那边啊、哦，然后这个是温泉，所以我们在边泡温泉边看对面那个山景，对。所以这边泡温泉是需要裸体的吗？还是不需要，需要穿泳衣。你是想裸是吧？陈耀，你最近瘦身有成之后，我们要跟想露。我们要跟听众说，因为昨天陈耀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他看到我裸裸体。你知道吗？全公司哦都没人看过我裸，就他看过。因为全公司这么多员工，你不要没解裸体。我要补充一下，这是一个噩梦。OK， 所以是不是在这边泡温泉不用裸体吧？不需要，不一定要穿泳衣。哦，穿泳衣。对对对，因为会有很多帅哥美女一起坐那边，大妈啊这些，大妈，没有，Hello。可是他这边如果泡的话，在冬天也可以泡啊，冬天更好哦，凉冷，然后它的水是温的，对，而且它的那些山会那个雪会覆盖全部，对，所以去新西兰最好的时机是如果要没有最好，都很好，都很好，对，就春天那边的天气都 OK， 就是不会太热吧，冷是还是会冷，因为是南半球嘛，对对对，新西兰是一个非常现在就很冷。所以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景点，叫做 Tekapo Spring， 在 Tekapo Lake， 在 Tekapo Spring。好，那下一个我们要去的景点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做 Luge 了，因为有些人可能去这个新西兰之后，他们还是想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活动，对，特别年轻人，有些年轻人寻刺激的，就有他们的那个 Gondola， 就有点像我们这边缆车一样，对，可以看一下这个缆车，就是这个。后面哇，好美！所以这个体验是怎么进行的？这个是北部北岛，然后呢会坐缆车上，上山 Mount Nangodaha。All right， 我们会上去，然后会有一个行程里面会有一个香槟早餐，哇 ，Champagne 早餐，而且是独家的，对不对？对，而且你会看整个这个是 Rotorua。哎，你会看整个 city 很漂亮，会它的湖啊这些，喝着香槟，看着这样美景。对，然后你享受完了呢，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做一点刺激的 luge ride。哇 ，luge ride 如果大家去过圣淘沙的话，是那个有点像 skyline luge， skyline luge， 就你坐在一个有点像车子的感觉，这样滑，慢慢的驶下来，用那个 gravity 地心引力，地心引力滑下去，所以谁都可以，就不是要会开车啊，不需要，就都可以很轻易的去操控它了。对对，而且这个新西兰的 luge 好像据说是全世界最长的嘛？它是最长的，最长的新加坡，对，最长。所以如果今天我跟 Edward 去的话，我们是一大早就搭了这个缆车上去看日出，喝香槟，吃早餐，然后就滑下来。对，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透过直播问我们问 Edward 的，因为我们都在看着你们直播上面的这个 comment。对，继续 like and share， 你们 like and share 还是有机会赢取到这个丰富的礼包。然后有这位听众 Pink May 就说很适合度蜜月，是真的很多人你要结婚了吗？你要度蜜月吗 ？Pink May 是真的很适合度蜜月吗？度蜜月还有很多人去求婚。
所以你有遇到你有带过团去求婚的哦。我们还安排玫瑰哦，你们还会帮求婚的那个？如果他事先就跟我们说，我们就会安排。哇、哦！所以今天如果我报名，然后我要求婚，我可以私下跟你讲说，我要跟我女朋友求婚，你们会做安排？这样排啊、对。哇！要看先翻两个白眼说，好烦哦，可是还是帮你策划。要看领队是谁，领队啊，领队是谁？有没有比如说母子党的是？什么母子党？妈妈带着儿子去的有吗？有啊，有。双夫制可以，可以，没问题。睡得下，睡得下，鸡双夫，鸡双夫，找得到，都有啦。一家人也适合嘛，情侣也适合，朋友之间也适合。对对对。嗯、其实我去过新西兰、是真的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是去被求婚吗？就那时候去拍拖跟男朋友去的。这可惜啦，最后也分了，不得逞。可惜他逃出了魔咒，气死。好了，OK，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二项挑战了。OK， 玩游戏挑战了，我记性很差。我觉得这个伟龙的报仇的时间来了，因为这个是梅姐的弱点。完了，这个我记性。是考我们的记性，对，我们记忆力。记忆力很好，你的记忆力好吗？我的记忆力还是平平要比你好一些。所以我们请 Ever 来到这边，我们请我们的观众 Ever 来到我们。有人问问题哦 ，Ever 几岁哦？帅哥哦，帅哥，看得到吗？看大家，来 ，OK。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挑战是记忆力挑战，对不对？对，我们这里看到已经翻过来的那个卡片哈，有10个不同新西兰景点，我们一一来介绍一下吧，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最上方的这个是哪里？如果你们看那个电影《Hobbiton》，这是 Hobbit Bilbo Baggins 的家。Hobbiton， 对 ，Hobbiton， 是在北部。OK， 在北部哈。对，北岛。对，这个我们也是会去。接下来这个是薰衣草吗？不是，这个是Lupins， 鲁冰花。鲁冰花，鲁冰花，鲁冰花怎么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叫妈妈，妈妈。继续。鲁冰花。OK， 好。好漂亮。第三个 ，Kiwi，Kiwi， 奇异鸟。这次是真的是会飞的鸟。什么不会飞的鸟？对 ，kiwi， 不会飞的鸟。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在新西兰，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国鸟吗 ？Icon 对，对，著名的对鸟类。这个就是刚刚那个 Luke Stride， 看到吗，各位？那个 Luke Stride。欸、所以我们刚讲到六帅是小朋友也可以的吧？可以，如果只是他也不够高的话，可能在爸爸或妈妈的前面。前面就变成爸爸妈妈一起了。对，但是他身高如果够的话，就可以自己拍一架。对 ，OK， 六帅。Okay, 最下方哇，这个好漂亮！这是Wilderness Go， 这个是米夫小湾 Milford Sound。米夫小湾 Wilderness Go 代表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对，很漂亮，它的 reflection 也很美，很美。对，这个很漂亮。OK， 好，再回来这边，哇，也是很美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小教堂，这个就是那个 Lake Di Capo。Lake Di Capo。后面那个山是？这山one of the 它的 mountain。哇，好美哦。对，它就是靠山的一个湖。对，很多人都在这边拍那个婚纱照，都要预定。梅姐，好 ，OK， 好，可以安排。我们好的，我答应你。I don't want。梅姐，你不在镜头里面。没关系的，没关系，可以。好，现在这个。啊，这个是不是妹妹？绵羊，绵羊，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小朋友就适合要去喂绵羊。对对对，因为绵羊那里是它的人数，它的绵羊比人多吗？对，哇，绵羊比人多啊。绵羊的数量是多少？他们的对比是6只绵羊对一个。就说你走一条路，你会看到绵羊咯，多过看到人。对对对，这是6:1，6:1。绵羊的数量是人类的6倍，6:1，6倍。对，他们是3005 million 嘛，然后他们是20多到30个 million。哇，绵羊对6倍啊，各位。所以你去到那边那个羊群就是哇一窝蜂过来，对对对，对。好，下一个这个热气球，对，这是在基督城。Okay, 比较 outskirt 的外面， okay, 然后就可以做一个热气球，热气球看它的山脉啊这些。我还没有做过热气球嘞。哦，你训掉了你。你有做过没？我做过啊。恭喜你。下一个这个，这是他们当地的土著那个 Maoris。毛利人，我们也是会去看表演，然后吃他们当地他们土著的餐都有，都吃他们的。他们土著的餐有什么特别？他们的烹饪方式不一样，他们不是用他们是用他们的那些。什么那个蒸汽，地下的蒸汽来煮熟他们的食物，天然的那个，对，那蒸汽不是有一个臭的味道，他们就是用那个，对，哇，他们的食材是什么？这个一样就是potato，然后鸡啊这些都有，就肉类还是有，OK，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 Transalpine Train 哦，就是如果等一下我们给你 promo code 了，你去报名的时候呢，他你就可以享有1600块钱的折扣之外呢，还可以去免费坐这个火车。这个也是 seasonal 的，不是每次都有啊。它也是 seasonal 的，因为它有选就是季节性开放，也不是全年。是什么季节开放？就是怎么说那个年尾年底的时候，对对对，夏天的时候，而且不是每天都有。OK OK OK， 所以这是 Transalpine 观景火车，图片有点小啊，所以可能大家看不到那个火车。OK， 所以 OK， 待会我们怎么玩的 ？Edward， 好，这里会跟这里是一样的，一样的，然后就翻牌，我们翻牌。翻到一样的，看谁答对最多。OK， 九十秒里面要配对最多啦。OK， 有十组啦。好，所以我这一轮也是你指定谁先开始。所以我们把它翻过来。我们先把它翻过来。对，先 shuffle 一下。OK， 我们要 shuffle 一下。哎，问你先想，你要给谁开始？对，你先想一下，觉得这一关，你让觉得最有信心的人先。哎，等一下，有人有问题要问呢。对，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他们说，如果是马来西亚人的话，他已经打了3剂，是吧？三季可以吗？可以去吗？可以啊，三季是可以的，只要你是打了三季就是可以的。对啊，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你的问题哈、哦。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在问的是英文的。哎呀 ，OK， How many days in South and North Island respectively？ 8 days and 11 respectively 3。就是南岛是八，南岛八天，然后北岛是大概是算来是34天，三四天这样子。哦，所以11天我们是从南玩到北，对，玩到哇，对。OK，Jack， 可以打到你了哈。OK， 来，我们先玩游戏，所以 Edward 先开始。刚才是谁？该是梅姐先开始。最后一名是谁？刚才最后一名啊，我是。有叫需要叫羞辱都是。好，所以我先把这些搬走哈。OK， 所以我先开始，对不对？这样看得到吗？啊，下分了没有？下分了。下分了，下分了。OK OK。这样看得到哈，这样看得到哈。看到吗？我觉得那个板看到吗？那架机吧。来，大家继续 like and share 哦， like and share。有机会获得。70、90，我今天很高。好，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OK。90秒，现在开始。噔噔噔噔噔。OK， 热气球。噔噔噔噔。哎，不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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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现在最后1分钟。Yes，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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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秒，还有30秒，这样很快就已经翻完了，他就翻完了。我速度好快哦！我真的不太记得了。那个卢克问丽梅，几岁？啊？你问我几岁？为什么问我几岁呢 ？Oh no！ 干嘛？那几岁？你要问我几岁？等下告诉你好吗？等下告诉你。有了，有了，有了。噔噔噔噔噔七六五四三，我要开这个，这个一。OK， 好 ，OK， 来，所以总共有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1、2、3、4、5、6、7，有七对，七组，真厉害你！哇，居然说很难玩，真的很难玩呢，因为有几个很像，真的很难玩，有几个很像，有几个湖景的都很像。请问我去翻了之后，我要把它翻回去的？当然，那你不能再这样玩，那么容易玩呢？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因为你年纪大就让你的哦。请问这位大姐，刚刚我在玩的时候你干嘛？我在看我们的直播上面的 comments。你翻那边的，你弄乱那边的。好好好。OK OK， 我们这边弄乱这边哈，大家。弄乱一下，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弄乱啊。所以要问你，你想一下第二个要谁哈？所以我刚才是七个哈。对，七组。大家给我们加油打气哦，快快哦，给我们加油打气哦，加油打气啊。OK。很难玩对吗？很难玩，可是真的看你的记忆力的，我很差的。这个环节我没有信心，我觉得耶， yeah， 我七个了，我觉得应该是我赢了。我觉得很难，我就这样决定是我赢了，好不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没有，快点，快点。那边 shuffle 了吗？ shuffle 了。我觉得你们在设计这个板哦，对我不太公平，我的高度好像有点够不到。
他们是以我的高度的，所以我过得了，大家都过得了。没有理由，你没有理由，梅姐。好好好，来，大家继续 like and share， 然后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将会发问三道问题，刚刚我们已经发问了一道问题了。那如果接下来你只要把另外两道问题的答案都给记录下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回答三道问题的答案就有机会，就一定能够得到150元的旅游礼券。对，一定能够得到。来，问第二个玩的是谁？程瑶。好 ，OK， 程瑶。张程瑶选手，请上场。计时90秒啊！计时九十秒 ，Ready， 开始。假如我脸上有泪，哎呀，不知悲的人的什么是珍贵？那你不可以给那个画面拍一下哦，程瑶给画面拍一下哦。我刚出炉，你要冷静哦，冷静，慢慢来，让他再剪。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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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还是不行。加油喽！加油喽！加油喽！哦，他现在有很努力哦，很努力哦，有非常的努力哦。有在看了，在看了那个。对对，非常的努力。哦，现在一分钟，现在一分钟。哎，自己剪，加八点，加八点，那边那边加八点，那个在那边，好严哦，这样子的。给陈瑶加油，加油，加油！给陈瑶加油，加油哦！他一直掉，很，他一直掉。你要冷静，你要冷静下来，要冷静下来。OK，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一点。没有，不对，不对，不对。冷静一点哈，冷静啊！来，陈瑶加油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现在有很多人说加油哦！加油！他们说你没加油，加油，慢慢来，加油！30秒了，30秒，加油！目前答对三个。慢慢来，慢慢来，好比四个，慢慢来哦，慢慢来哦，不要紧张，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反正赢不了的，慢慢来，慢慢来，慢慢，20秒啊，十五秒，十五秒，陈瑶在跳舞，你在干嘛？陈瑶，陈瑶在跳舞，9 8 7 6 5 4 3 2 1，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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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哎呀，7张嘞，好难玩哦，跟你一样，你是7张嘞，你打拼怎么办？打拼就怎么办？就这样，看你了，就玩多一次哦，多一次。打拼的话就积分一样 ，OK， 好，好好。你没有，你换那边，你不可以看，好，你走开，你走开，好累，好累，也是7张哈。那我先跳舞了，在这边。年少有为不自卑。是整个不可以偷看、啊。梅姐，你其实我从镜头上面可以看到你们在翻呢。没有，梅姐，你讲一下那时候你去新西兰的体验呢、啊？哦，我去新西兰那时候我是去。你是去约会是吗？我是去奥克兰。奥克兰。对对对，哇，好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那时候我非常诗情画意，因为我到那个它有一个停泊船的一个码头，小码头。然后我就这样子，你知道吗？好像韩剧这样牵着我的另外一半的手，在那边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哎呦，所以我对那边的印象是浪漫，然后那边很多的那些海呀、啊，就那时候我们去的是比较靠近海边的，慢慢来，有时间。好，我现在在等我后面的，其实也不跟我讲干讲干嘛的，都分手了。OK， 好，来，我们有请丽梅，叶丽梅选手，请上场。好紧张哦，好紧张哦，好紧张哦，大家给我加油，加油。梅姐，五个 ，OK， you can do it， 5个，不要，90秒，计时开始。没有记没有关系，可是游戏规则你还是要按照。没有没有，浪费一个了。时间刚才。帮梅姐加油，梅姐加油，梅姐加油，加油！啊，有了有了，两个有没有？热气球，热气球。这个有有看到，快看到了。我看过，刚才看过了，刚才看过了。梅姐这个板在给你弄掉了，梅姐我帮你 hold 住。再看再看，没有。我的预言这么厉害，5个。哎呀，你看，你看，14、13、12、
小八，这两个是一样的耶，没有，没有，对对对对对对，四三二一，梅姐，我还看得起你，也就四个，一二三四，耶，你没四个，哎，那怎么办？打平哎，我们就一分一分喽。然后我们半换半分，我们两个一起换梅姐。没有这样的啦，退道具，退道具。梅姐，你刚刚说不要停，对不对？不要停。梅姐这样的，不是应该再比多一次吗？没有，我觉得一人半分好了，半分两个半分好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不可以再比多一次。好了好了好了。可是我们的那个惩罚还是要继续的。好，那我们有在管 L1 吗？ L1， 我们该讲还是还是我们的 L1？ L1， 你觉得看那个方法好吗？一人半分还是你可以一人半分啊？好，那至于惩罚的部分要一分要不要？不要不要。一分一分一分什么意思？一分一分一分大家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哦，加油的话打一。哦，加油加油加油！好，很多人为梅姐加油。好，非常好。你们加油！哎，失望了。这个是新西兰特产，来，你猜。你有猜吗？你有猜吗？你没猜，这不算哦，就应该不算了。来，这个，你不会用。你的皮好粗哦，梅姐。哦，没有啦，爱你啦。又断了，你又断了吗？又断了，又断了。可以拿我的口红过来。没有了。可以拿我的口红。断了，没有了。断了，没了。口红，口红，口红。就这样用完了。没有了，没有了。有了，还有了，还有了，还有。还有，那你好了。你一比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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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比一比啊。妙梅姐，你真的，你从以前我在早班的时候你就很照顾我的。哦，真的吗？我怎么可以可能会画你？对，把我怎么掀起来？把你把你掀起来。我怎么可能忍得下手呢？我不可能对你下毒手的嘛，对不对？一比是不是？一比啊，一比啊，不能停啊！我给你性感的，真的性感，性感的吗？你写性感两个字吗？性感的，哇！这样演下来嘛，对不对？够性感吗？哎，我们是一家人嘛，我们一定要跟你梅姐那边 match 到的。对对对，很像火车这样，那个火车你知道吗？等一下再回来，对，回来，我们从南岛要回来北岛，这样啊，北岛，记住啊，我跟你讲。哇，好，现在回去，快点叫，回去，快叫，啊，没有，你真的没有。谢谢梅姐。哎，梅姐，你看还是漂亮的，真的，你的眉毛没有剪掉。没有剪钉，哎，没有。我们要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好好，是有这位听众，他问了蛮久，他说：“请问新西兰如果要去的话，哪一个月份是最佳的？”嗯，可是Edward有答案吗？有。如果你要天气很好的话，我会建议十、十一、十二年底，年底是夏天的时候是吗？那个是春，哦，春天，春夏。对，因为十二月还好，因为它是刚刚进入夏天嘛，天气也是很好。嗯，也是有机会看到雪山，嗯，而且有看到机会花，嗯，说那季节是比较好的，而且川西奥派也是在那个时候有开，对不对？对，所以是十、十一、十二月，对，那个月份。OK， 但不同的季节还是有不同的玩的那些景点啊，对，风景都不一样。嗯 ，Elson 说打疫苗打科兴的是 OK 了，不是打科兴的，科兴疫苗，只要有打就行，应该有疫苗的都没问题，都 recognized 了。你只要你打三剂，再询问我们。对，用就可以了。啊，没事，问 Chambers 就可以了。好，我们要问第二道问题了。好，注意啦，第二道问题的问题就是，刚刚 Edward 在我们介绍景点的时候呢，有提到说，在新西兰，绵羊的数量是人的几倍？嗯，刚好没有说啊。对，有说。A 伟龙还给大家强调了一下哦，没有抓到那个。两个选项 ，A 是6倍 ，B 60倍。60倍。绵羊的数量是新西兰人数的几倍？6倍还是60倍？听得出来吗？那就是送分题、啊，就是600倍嘛。对，听得出来吗？600倍。好，记得答案。第二道问题啊，记得那个答案。OK，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了。我们在玩了这么多之后，要吃一个很丰盛的浪漫晚餐。对，那边告诉大家，吃一定要吃的，吃是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去这个地方，看一下吗？要看一下夜景，我们看夜景好不好？我们去一下看夜景，哇，这是哪里啊？这是哪里啊？艾文，这个在北岛，在 Rotorua。哇，这应该是求婚的好地方啊！对，因为它是在它的那里的 Highest Peak， 在一个山上。没有，我在想，好，刚刚看进来 Facebook 会不会觉得纳闷？而且我们真的看到你们的时候，我们还说哇，好浪漫。所以这个叫什么地方？这个Orangi Peak。Orangi Peak， 对，是它是它的气氛，
很好，嗯，情侣啊这一些服务啊，然后他的那个城市的灯啊，嗯，啊，有时候还会满天星，嗯，哦，所以晚上这边吃饭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湖景啊、夜景啊，然后如果天气好的话是可以看到流星，对对。据说这个是好像新西兰最浪漫的餐厅之一了，真的是很浪漫的，所以可以吃到烛光晚餐，烛光晚餐 对吧，嗯，就是海鲜吗？海鲜都有都有哦，对，这也是独特的体验啊，就是，而且刚刚那个 L 九提到说，很多人去新西兰，无论是求婚也好，或者当年在新西兰求婚，想要回去再感受那个浪漫的感觉也好，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背景。嗯，没有，我记得 L 有讲过一个很感人的故事的，他说有一对夫妻，哦，对，他们就是度蜜月的时候去了新西兰，啊，也是去了，然后很多年后60-70岁，他们又再回去一样的地方，哦，就重温重温那时候度蜜的感觉，那时的热恋，因为已经没有爱了，应该是要命，哎，没有了，去，没了，感受一下，重新感受一下，什么叫没有爱？那时候已经很爱彼此，爱到人家就已经60-70岁，我觉得很感人呢，就是你重游旧地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对，好了。所以这个是大家也是如果跟郑兄弟的团的一个独特的体验，嗯，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是不是要出发了呢？当然要出发了，出发是要做什么呢？ back 行李， back 行李啊，一定要 back 行李的嘛，对不对，嗯，我跟你讲 back 行李这一关我是前空少你那么有自信，前空少，我每3天2头都 back 一次行李的哈，你是 back 也不代表你会 back 啊，所以我们要请 Edward 来讲解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所以这个行李箱里面有非常多的物品嘛，对不对，嗯，我们先开起来，大家继续的 like and share 啊，哎呀，因为有机会可以赢取到旅游的旅券，所以这个行李箱现在是梅姐提供的嘛，对不对，啊，对，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衣物啊，对对吗，好像比如说你要去这个浪漫之旅一定要穿的比较 bling bling 一点的 bling bling 一点的这个，哎，经典啊，这个可以，好，这个对，bling bling一点的衣服啊，像是这类的，哦，这个 sexy， 对，yeah, you know, sexy， very sexy， 大家看到没有？梅姐，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怎么回事？梅姐，这也要必备呢，这个，你还用吗？还用吗？有，还有，我各种各样的，这个哪有会衰的？会，各种各样的短裤啊，短裤，没有不会衰过这个吧？会衰过这内衣吧？对啊，还有内衣也要带啊，不可能不穿内衣的嘛。哪个来洗啊，这个都是等一下我们要拍的。我要拍这东西，啊，可是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不要，你妈妈不戴胸罩你妈妈也戴胸罩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sports bra， 你知道我们要去那边可能你知道啊，对啊，就穿凉快一点，这个是你的 size 妹OK， 不理了哈，我们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啊，等一下东西会不会太多了一点，还有梳子啊，还有梳子你这个是梳洋的吧，对，就是弄乱它了，你们要带出去了，还有睡裤啊，睡裤，这件很面熟，这件很面熟，睡裤啊，对对对对吧，我们出国当然要穿得很像在家里这样嘛，啊，还有顶帽子，这个是帽子，啊，而且胸罩我带两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拖鞋，没劲，这个是什么，这是内裤，对，这个内裤我还没有穿过的，新的，我不用知道有没有。哎，现在你跟你的情人出国，你要帮他pack吗？其实是的，是的，对，因为我身边有蛮多男生的朋友，所以帮女生整理行李的。嗯，所以这你不要觉得大惊小怪，只是你看到那个，哎，有这么大没？因为一旦你跟我讲是你的，我的画面就对啊，对啊，胸罩要看怎样pack啊，短裤，短裤，哦，还有这个，哎，这是什么？对，这个是化妆品啊，我就当着随便啊，化妆包。剪这个太大了吧 ？OK， 好 ，OK， 好，所以 Ever 我们就是要靠我们三个整理行李的能力，对，怎么打包，打包最整齐，欸，等一下你就判断了，啊，对，这个是什么，整齐卫生棉，卫生棉 OK， 好，所以我们先弄乱啊，先弄乱 OK， 先弄乱啊，你会不会倒，哎哎，衣服我还要穿的 OK， 好，谁先来，没有，刚刚我们第一次他先来嘛，对，第二次我先来嘛，第二次陈耀先来 ，OK， 陈耀 ，OK， 好 ，OK， 加油啊，陈耀，陈耀加油哦，计时，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够了，够了，也是一分半嘛 ，Ever 对不对？一分半，计时一分半，开始 ，OK，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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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你看这样折衣服的那个方式错了，完蛋了，完蛋了，拍翻，拍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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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陈阳完蛋了，完蛋了，这样子，全算了啦，就这样放弃，撒泼一点，撒泼一点。哎，内衣要怎么放哦？那个罩杯对罩杯哦。只要算了，你就放弃，你就一分钟，我跟你讲一个心灵小故事。
起，那么快，对对，一分钟哪里有那么快？陈瑶，你很多东西还没有放进去呢，要走了。我的胸罩还在地上，我的胸罩。Mr. 张陈瑶 ，The plane is flying。哎，我们要整齐耶。We are boarding soon. Mr. 张陈瑶 ，Please report to boarding gate now。放整齐哦，放整齐哦。哎，你胸罩还没拿哦，你我已经感觉到你的胸罩了，完蛋了。你的胸罩是应该不赢了，这个。加油！很多人说加油，加油！哪里？加油！三十秒，最后三十秒，加油！陈耀，我们不是叫你把什么东西塞进去的，你要整理的嘞。你这样怎么会赢？哪有时间？陈耀，我不想跟你出国了。天哪！哇，原来是可以塞进去。陈耀，你看你一表人才这样吼，哇，干干净净哦，真的是。胸罩要对准，要放好罩杯，罩杯，罩杯。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哦，完蛋了，流血流到没有办法。不能止血。就这样，完了，就这样。OK， 你拍照 OK， 很好，对，很好。他脱鞋只在一边，很好，真的。因为另外一边在这里，另外一边在这里，他没有在两边的脱鞋，很好。OK， 先拍张照。OK， 我们先拍张照。问你在观察好，观察他的那个概念啊。好好笑，是陈瑶，陈瑶，陈瑶。原来他出国这样子啊，心里陈瑶看你外表干干净净这样哦，你自己笑还蛮乱的。对，出国哪里有九十秒在心里的？不行的，就你这样不行。OK， 好。第二个是谁？梅姐还是我？第二个。梅姐吧，是梅姐。OK， 好。所以第二个是梅姐。不能丢太远，不能丢太远。第二个是梅姐了。你不能够丢太远，不要丢太远，丢远，不要丢太远，来更加远，不公平，哎呀，不可以。没有，有时候你讲，哎，我要用，不要用了，完了。不公平，快点，不可以。计时九十秒，预备，开始。太远了，梅姐，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梅加油，加油，梅加油！哎呀，太远了，太远了，你的。Baby, we are leaving soon already, baby. 太远了，太远了。Honey, 明姐，你这样慢慢折，你要知道。Honey, 马月，有。Honey, honey, we are flying soon. Honey, 别太大劲了。Honey, 我跟你讲话，这里是买生的，会冷的，会冷的。一分钟，一分钟才一分钟了。Honey, where should we go for dinner? 他们把衣服放得太远了。我们要不要去那个 Orangi 什么 Orangi Bar? You damn damn, you damn damn, you shut up, you damn damn, 你不要吵我，你。亲爱的，你有拿胸罩吗？我们要去，我们去 Tiga Boss， 我们要去泡温泉的，泡温泉的。我不带胸罩的。对，我不穿胸罩的。Baby, you go out outside.三十秒了，飞机要起飞了，飞机要起飞了。Baby boarding gate 重新。你下来。要走了。Baby， 那你穿衣服就那满满地都是。哪里有错？你这么吓人吗？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哪里丢那么远的？这个还是我要拍远景哦，怎么办？超远景，那你再把衣服放那么远的，你完蛋了，你完蛋了，刘伟龙，大侠一张卡，对对。哎，你拍了没有？你不要失控，我可以直接。对，梅姐，这个公屏啊，很多人在线上看，那公屏不要失控。哪里不让你进的？有听众讲，如果那个在背景里那个老公一直细夸你就好了，不要一直叫。全部拿出来，全部拿出来，来。哎呀，跟你讲，我空少以前三分钟就要登机了，我都可以了。我先拉一下裤子，交叉。要助跑。好了，我准备好了。哎，你们两个主持一下啊。我自己主持吧。大家，不用管他。90秒。我的袜子掉出来了，请容许我。你们太松散了吧？请容许我。我还在进行活动哦。请容许我穿一下袜子。我的袜子掉出来了。没事，这我们在主持节目。好，我自己 Q 90秒，预备，开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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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来展现一下你空少的 Happy 最后的一段。等你，等你，
Go! 我要去意大利，我要去。信，快点背我去，背我去喝水。我跟你讲，裤子放一区，背我去喝水，背我去喝水，快点，背我去喝水。你为什么挤到？背我去喝水，快点，背我去喝水。为什么？你手放下，我喝水。为什么？我有背后淋。完蛋了，这个。好嘞，各位，就是不要急。不要急，他们打你，你不要急啊！你可以不要急啊，你就慢慢来。天大地大，你不要急，你慢慢来。你不要急，飞机要飞了，飞机飞有下一班的，张兄弟可以帮你盯下一班的，你不用怕，对不对 ，L 位？对对对，盯下一班的吗？拖鞋要带就要带两个，要这样子吗？十五秒了吗？现在十五秒了吗？还没有吗？袜子对不对？你的胸罩在哪里？胸罩三十秒，三十秒，胸罩三十秒，三十秒，二十秒。OK， 你看不许不，你叫什么？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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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因为这件我不要穿，太露了。等一下，太露，我不能给你穿。你的第二说我要穿这个去那个这个上飞机的时候是吧？而且我只穿这件没有。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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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天哪，你讲你是什么空校？我跟你讲，你家那个三张照片拍在金融，我的厉害了，对。OK， 好。笑死！还会回来吧？还会回来吧 ？OK。还会一下死好了。我把衣服放中间一下，放这边。OK， 没关系的。OK， 好好，这边丢了，前面。好，好了。OK， 好。这个时候，我们先喘一口气，来大家。我们看一下大家什么问题？问题？问题？对，问题？问题？有什么要旅游去新西兰的一些问题？有人说背后灵又来了，背后灵。啊，好好笑，好喘。我终于摸到伟龙的胸肌耶！你说公器私用，这是公器私用哎！我是可以告你性骚扰的，而且你不要讲那么大声好不好？有很多人在看哦。没有，所以我一般上该讲到去新西兰的话是几天的行程？十一天南北岛，或者八天单单南岛。嗯，南岛，南岛就是什么？刺激的那些 for example 那风景票哦 skydiving 呀，而且全部的风景那些山啊河啊湖啊都在南岛，都在南岛，就是南部 south 对 south 派。那北岛我们都是去那边玩什么？我们就去看他们的 for example key birds， 然后他们的当地文化就是那个毛利人，体验这些不一样的东西。 OK， 而且我们讲到新西兰，我们一讲到就是讲 kiwi 这个字嘛，有三种 kiwi， 对，三种，三种 kiwi， 你给梅姐猜一下，新西兰有三种 kiwi， 绿色 kiwi， very good， very good， 还有黄色，黄色，黄色的，还有什么？只有吃过这两种，黄金金黄色的 golden kiwi， golden kiwi， right， 好聪明的，我来解答一下， OK， 三种当然是kiwi fruits 水果， kiwi birds。鸟类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不会飞的鸟，可是这个随处都可以看到的，什么像国宝的吗？没有，他们是在他们的那个 conservatory， 怎么说，他们的保育中心里面，对，他们没在外面乱可以摸的吗？不行，不行啊，对，而且他们是在很阴暗的地方角落要去找他们。 OK， 还有最后一个 kiwis， 就是他们当地的人叫他们自己 kiwi。 当地人为什么要叫他们自己 kiwi？ 他们很 proud 他们的 kiwi。 所以你去在纽西兰说 Hey I'm Kiwi 啊，对，就是我是纽西兰人，新西兰人的意思。 对，他们不叫 New Zealander， 他们叫 Kiwi， 比较亲切嘛。所以人叫 Kiwi， 水果叫 Kiwi， 还有鸟类叫 Kiwi。 好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 Edward 一些时间呢去思考一下刚刚的那个混乱的场面。而且谁胜出，而且观众也可以当一个小评判。对，因为等一下我们给你们看我们三个整理出来的行李是怎样的图片，对，然后你们来给 Edward 一点意见。是，我们先看视频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这里又好亮，早班搞搞大比拼，还有 Edward 我们的旅游达人，来自曾兄弟。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整理行李的三张图片。所以标准就是那个行李整理出来的、嗯、行李、那个、标准就是 Edward 想给谁赢就给谁赢，对不对？我的标准就是 Edward。对 ，OK， 来看一下， okay.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第一张哦，程瑶，你那个真的没有在整理嘞。哎、欸，我至少我全部东西在里面。你看你们的，可是我觉得你的记不起来。没有，你要放大，你要放大看我的那个行李面，我是 pack 得很整齐的。东西都没 pack 完。好，我们给线上的人先看大概15秒哦，就最左边的是程瑶、啊，中间的是梅姐的，然后右边的是伟龙，伟龙整理的。嗯，然后你们觉得，哎，我也可以仔细先看一下啦。你要把这一分宝贵的一分给谁？目前的比分，梅姐一分，程瑶半分，伟龙也半分。给你看，给你看，你看我整理。梅姐被人拉票了，你要看我，你要看我的行李整理的真的非常，你要放大。哎，我看，我全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哎，我的全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你看到哈，全部我都可以带走哦。哎，我的 T 恤是有卷起来的，我也是卷起来。我的裤子是放一区的。Accessories 放一区，厚的外套一区。我还有带卫生棉，好不好？我也是带卫生棉，我也没有放进去，没有带那个性感的那个。性感的你没有带卫生棉，你没有带卫生棉。我们是讲我们的标准是看你整理出来整不整齐。我整理的时候有一个很讨人厌的女朋友一直在烦我。我有一个很烦人的老公，把东西乱丢，好不好？我根本就拿不到。OK， 好，艾文，请问艾文最后要把这一分给谁呢？好紧张。丽梅姐，因为她的折法这些是很标准、很neat的，是跟我一样，不好意思，所以是卷的方式嘛，卷会放比较多，卷哦。你知道家有帮友多好，他每次这样卷给我看的，我出国都是他卷的、啊。哇，发脾气，发脾气啊！主持人摔脚本啊，摔脚本啊！所以这一局恭喜梅姐，恭喜梅姐。所以你是两分，我们一人半分而已、啊。好惨哦！好了，可是这是只是第一回合。对，第一回合，嗯、我们先发问第三道问题给大家来赢奖，好不好？很关键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直播的最后一道问题。那记得稍后只要把这三道问题呢，哇塞到88551003，你就一定会拿到150元的礼包。是。那现在我们要问的第三道问题就是，新西兰人刚我们说会自称他们为什么？嗯、什么？新西兰有选择哦。对 ，A 是 mango。Mango B kiwi 是 I'm a mango 还是 I'm a kiwi？ 是，这是第三个问题。OK， 好，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开始呢，就把它 WhatsApp 发过来。嗯 ，OK， 从开始第一、第二、第三道问题的答案格式，可以在屏幕上面看到，先输入 CBT 空格你的答案，三道问题的答案，空格你的英文名字，最后空格你的电邮地址。现在就哇塞到88551003，我们只开放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现在赶快哇塞过来，因为过后呢我们就截止了。这两分钟内，只要你哇塞过来，你就一定会拿到150元的礼包，2分钟旅游礼券，旅游礼券。对 ，OK， 计时2分钟开始。是，我们重复一下啦，第一题啊，大家如果忘记了，第一题就是那个淘金嘛，淘金对不对？拿到那边去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到当时当年？到那边去掏金，对，做苦力，做苦力。A 中国还是 B 法国？第二题，在新西兰绵羊的数量是人的几倍呢？嗯 ，A 6倍还是 B 60倍？第三题，新西兰人自称自己为 A mango 还是 B kiwi？ 把三题的答案记下来，然后这个格式 CBT 空格你的答案，空格你的名字，还有空格你的电邮，就是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003。不要留言啊、嗯、不要留言，要留言，要 WhatsApp 给我们88551003，你就马上150块钱的曾兄弟旅游礼券在你手上了，就说大家答对了哈、啊、要答对、嗯、要答对、okay. 答错就没有哈，答错就没有，对对对，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多个人在看直播的话，每个人都可以传的，是、啊、或者叫你身旁的朋友赶快告诉他们这个直播，然后叫他们赶快把这个 WhatsApp、WhatsApp 进来，对对对，嗯，还有就是呢，真的如果你打算到新西兰去的话，记得就是每个团限30个人，那只要是呢10个人就可以成团了，那10个人就可以了。这个新加坡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上呢，这个是15个人才能够成团最少，所以在曾兄弟10个人就可以成团，所以呢，Edward就可以好好的照顾每一个成员，嗯，不用担心会有这个领队全程照料，嗯 ，OK。来，舍利在这边问 question 2是什么？我们回答一下吧。
什么深度啊？那个绵羊。绵羊在新西兰，绵羊的数量是人的几倍呢？这是第二道问题哦。嗯，是 A 六倍还是 B 六十倍？所以 Edward， 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人数哈、哦，一般你带的那个团的人数是大概多少？平均啊，平均10多到20多吧。十多二十多。最高呀。差不多20多，因为其实讲真的，如果那个数量太多的话，很难去照顾好他们每一个。嗯、对，他真的是照顾到非常周到的。对对，他们而且团价是包括了就是有这个官病保障福利，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他去拿出团的时候，不小心中了官病，那是可以呢这个 full refund 的。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报名。好，最后我们只剩下最后的五秒钟就要截止了，五、四、三。2 1好 ，OK， 恭喜所有拿到150块旅游旅券的朋友，对对对，恭喜恭喜。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我们那个 promo code 要告诉大家，很重要。对，他先不要离开哦，因为呢，接下来我们跟色兄弟预定是一天新西兰团，双人折扣是高达800元。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收看我们直播的话呢，我们会告诉你一个 promo code， 只要跟色兄弟报上了，你就可以获得双倍的折扣。在荧幕上看到了啦，那个 promo code 了，看到吗？看到了吗？其实 promo code 的 code 是 code 啦，不是 code 啦。OK， 把它为新西兰 U 好料，新西兰 U 好料。接下来 screenshot 或接下来新西兰 U 好料，你打给曾兄弟，然后你讲什么？新西兰 U 好料，他们可能会跟你讲哈，可是你就讲没有，我是看那个 UFM 的直播的。对，你就可以获得呢双倍的折扣，以及呢免费。费的一晚的基督城的住宿，还有高山观景火车，就是 Trans Alpine 之旅。哎，这个真的很值得搭吗？值得，很值得搭，很漂亮，很漂亮。当时有看到那个，是很壮观。隧道，山上隧道，然后风景啊，这些全部两边的风景，两边对。会快吗？那个火车？不会，还好，不会很快。对，所以大概多久？整个旅程？全程？大概全程我想一下哈，一个小时出，好像也蛮享受的啊，很舒服啊，对对对，很舒服，就慢慢的拍美景。所以大家接下来要赶快先拍一张照还是截图？新西兰 U 好料，这个六个字就是800块钱了，就多800块钱，多八百块钱，对，很好哎。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对这个新西兰的团有兴趣，刚才我讲到下来10月、11月、12月，这是最好的这个出发日期，但是其实下来几个月都会有团嘛，对对，所以都可以到 chambrothers.com 去了解更多，或者直接拨打他们的 chambrothers 热线。对。最后呢，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早班搞搞大比拼这里有好料呢，将会在7月28号有第二场 Part Two。今天我赢了，未必我是最终的赢家，所以大家如果是支持他们两位的，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还有多一次多一轮的比拼，第二轮的比拼比较关键。对，这轮的比拼呢，关系到你有没有去获得去新西兰旅游的机会。你哦，我要你哦，你哦，是 DJ 要你哦，对对对。而且我会在7月28号，可能27号的时候跟他们两位吃饭，然后在他们的饭里面下去。所以我们那几天呢，我跟你讲，我们他请我们吃什么，吃完班就走，吃完班就走，这样吃都看你。对，7月28号是早班搞搞的终极大比拼，是一位 DJ 最终胜出，可以带团去新西兰。你支持那位 DJ 也可以，你有可能可以跟他一起到新西兰那边去旅游。就是我们三个里面，我们其中一个也去带这个团就对了。你不要以为第二他今天赢的第一场就是他赢，不一定的。那不也可能是我赢了。所以通常你赢了一轮哦，第二轮就不会的，因为 complacent。对，太自傲了。所以你们7月28号的时候不用支持梅姐，没关系，大家到了要睡觉的时间，你们开始做梦了。所以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7月28号，以及锁定我们 UFM100.3 官方面部、自中意的官方面部，还有我们的空中节目，会跟大家分享更多7月28号这个大比拼的详情。同样在8:30，7月28号，接下来今天早班搞搞大比拼，谢谢 Edward， 谢谢。